同学们，再来，没有在比赛的班级，我们进行第二项活动，我们的沙滩净滩寻宝。恭喜然后五来一人一个，不要抢，不要抢，不要抢。好了，好了。OK， 中间请来冠亚军赛，对不对？来准备哦。你就帮我转面。好，
献给你。直接想一想，我们第一天，好，四天的行程很硬，环岛路程很远，在车上的时间很长，哦，因为其实行程没有很紧，除了第一天以外，所以我们一直在想，我们一直在想，车上的时间很长，这反而是一个很考验领队的行程，好吧？因为在车上你要怎么去表现，你要怎么去跟同学玩，好，那不得不说，一上车从苏澳进站，我就感受到我们308的38以及活泼开朗吧。好，我就逐渐放下心中的大石头，好吧？我一直很担心很冷，然后我会跟一坨女生格格不入。好，那这些东西呢，在我们逐渐开始唱歌之后呢，我就慢慢的放下这个心中的大石头，好吧？就慢慢放下心中的大石头。你想一想，我们这四天的行程，我们一大早就出发去到台中。去到台中，我们去逛了一个地方，叫做审计新村。天气很热，你们都去买冰。逛完这个审计新村之后呢，我们去骑脚踏车。好，我们去骑脚踏车。我知道我的体力没有太好，骑脚踏车骑得很累。但是我谢谢大家，我们全班都有抵达后里马场，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再来，我们去了高美湿地。好，我们去了高美湿地。我想跟你们说一件事情，希望你们不要介意，就是这四天我一直在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们不要介意，希望你们不要就是觉得说为什么我一直在做跟别人做不一样的事情？因为我想呈现给你们，我想呈现给你们的避旅，好吧？我想要呈现给你们一个你们会最喜欢的避旅，而不是叔叔把你们绑起来，老师会把你们绑起来。就像你们已经是高中生了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更自由的去掌控自己的人生。虽然这一台车上其他22位同学，可能有一些不是你高一就认识的同学，现在的你们就是因为这个缘分才可以坐在这一台车上，所以我希望避旅回去以后该好好享受在花女最后人生的人，好好享受这最后的时光。但是我希望一件事情你们要帮我达成，就是回去的这三个月里面，好好的跟同学相处，因为这一群人都是你以后不分不缺的好朋友，所以珍惜最后一段你跟这一群同学的时光。毕业以后不要断绝联络，好不好？大家都是最好的朋友。最后，我想要祝福你们的人生顺顺利利、一帆风顺。等一下，每个人把眼睛张开。好啦，把眼睛张开，别睡了啦。好，给自己一个很大声的爱的鼓励，五六开始。好，等一下手不要放，我用把右手伸出来给你们一颗卡。